好 ，DSE 2020 ICT MC 第8題。呢幅圖咧原本題目係冇嘅，咁我加上去咧就幫助大家 visualize 嗰件事啦。咁咧就 Mary 就 send email。咁佢可以 attach 一個 PDF 檔案，或者可以 attach 一個 document。咁但係佢又最撚尾就選咗 PDF 啊。而家就問啦，究竟邊一個咧？二十三個咧，邊一個係可能嘅原因咧 ？Possible 嘅 reasons。 咁我哋睇第一個啦，即係 can be encrypt， 即係 PDF 能夠 encrypt， 就 DOC 咧就唔能夠。咁啊，呢度咧就明顯呢個就係唔啱啦，因為咧其實就算 DOC 檔案咧，即係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咧，都能夠被 encrypt 嘅，係可以㗎。咁所以一呢個咧就唔啱。咁第二個啦，咁啊點解揀 PDF 咪 send email attachment？ 咁啊，希望個 document 咧能夠保持嗰個 page 嘅 layout， 即係啲字啊、圖片咧唔會走位。咁呢個係好明顯係啱嘅啦，因為咧就 DOC 咧，如果咧你用第二個 program 去開咧，真係有機會走位嘅，啊，即使開得到。咁啊 PDF 咧，因為佢係真係 cross platform 啊嘛，即係佢哋 cross platform， 咁咧就喺唔同 platform 咧都有個 PDF 嘅 reader， 就確保啲文字啊、圖片咧嗰啲位置係唔會走位嘅。 咁啊，第三就係話 PDF 就能夠 insert multimedia， 咁啊 DOC 就唔得 ，DOC 係咪真係唔得咧？咁其實都唔係咯嚇 ，Microsoft Word 咧都係插入一個 document 都係插入一啲多媒體嘅軟件嘅聲音啦、圖片啦 ，video 啦等等。咁喺度都留意咧，或者有啲網友都俾咗意見啊，譬如 DOC 題目就係講呢個 DOC 啦，咁但係其實仲有所謂叫 DOC X 噶嘛。 咁呢個咧就係咧就 Word 嘅2007年咧開始咧就有 DOC X， 咁呢個 X 就代表咧就係 include 埋咧即係 XML 嘅元素啦喺 Word document 入邊咧，令到佢咧更加開放。咁但係其實兩個格式咧都可以插到咧multimedia 嘅 element 嘅，即係包括啦圖片啦、聲音啦、影片啦。 所以到咧，我個人意見咧，答案應該係 two only 嘅啫，即係答案係 B for boy。